偶然地与你相遇，在那浪漫季节里，好像这样子吧。随便 Q 都能唱上两句，只是韩国瑜唱的这首怎么好像怪怪的？我的偶然不知道跟那条偶然是不是不一样？人家点的是徐志摩的偶然，韩国瑜却唱成民歌典藏的想你。好像他们主办单位说有一些人想跟我们合唱，没关系，我们不能老是唱爱表这样一样，要换一个。或许真的是歌词记错了，今晚上台唱的还是。即便喉咙卡卡不舒服，韩国瑜依然卖力扯嗓，除了前面相机闪不停，连站在后方的乐手也忍不住拿出手机狂拍。身为港都新任大家长，除了要用力带头拼，更要有强大肩膀给需要的市民靠。除了第一时间开记者会同框力挺吴宝春，韩国瑜更在脸书po文强调，保护市民是市长的责任，保护经济是大家的责任。尽管知道将会面临质疑，还是会勇敢站出来。我在选举之前、投票之前，我都勇敢大声说出来我的想法跟意识形态。那么大家都知道、了解，而且获得高雄市民最新的授权，这方面我是很勇敢的。我只是大声把它讲出来。那看到吴宝春是不是遇到这种处境？弄得进退维谷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只做我该做的事情。未来如果有类似的这样子无法处理的时候，需要我们协助，我们还是愿意协助的。挺身挡子弹，全神贯注拼经济，韩国瑜领头，带着市民一起爱拼才会赢。记者黄明君、陈文月 SN 小组高雄采访报道。